希望他们家有屋，所以我们期待着吧，最美的期待。我有一个梦，像雨和彩虹，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，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，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。你的呼吸越靠越近，将我抱紧。我张开双眼，想你在身边，无所谓永远还是瞬间。12点了，即将，你们千万不要离开直播间，即将在背包里面给你们，即将在你们的背包里面给你们送一个小礼包，然后你们12点的时候啊，到了，准时打开你的背包，就能看到我给你们送的礼物。我睁开双眼，想你在身边，无所谓永远还是瞬间，紧闭上了眼。谢谢大家的危机，你们看到背包了吗？没有东西吗？已经过了12点了，你们可以打开系统背包。谢谢1984，谢谢方天猫，谢谢玉米，谢谢水电，谢谢听不得假吧。